安尼有紧吗？啊、哦，很快了哈、哦。当然它是把空间丢在我们里面的哈、哦、，JOYI 啊、哦，丢到我们里面。那我们会以这样的内容再去做延续，好、哦，那延续来做影音，等于是在这边会镶一个在自动介绍什么 ，interrush。所以耳后你如果不太会了解怎么去表达，怎么去解释，网络甲拍开甲点落，有人来介绍安尼好不好？好。安尼你做简单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也特别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方案里面。所以再次跟各位报告、哦、我们的专案就这四种，会员的加赞系统啊，88就是 DIY 自己做，188给认证的会员来做，那288是总部来做，388就是5000专业的样板，所以就一化服务我们是提供这些，而且是全部都包，也有网址，也有流量，也有频宽，也有网页设计，也有架站系统，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所以过去很多人做异化，可能做完之后还要再去找空间，找什么，在这边都不用，我们全部都包，我们全部都包。那第二步骤，我刚刚有说，网站做好一定要怎么样？曝光，它、啊、没有曝光，全世界只有几个人知道？三个。哎呀，那、啊、所以这个时阵，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做一些曝光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边呢有几个方法、哦、会提供。那首先我们有一个部落格、哦、那在部落格雅虎的部落格有一个排名，这些排名我们有一些技巧可以放到雅虎的排名的第一页。有看到右边这里有什么人气排行第一名是什么？知名达人许崇杰、哦、Interrush 网络、啊、等等，所以有一些技巧啦，这个、技巧会在后续的课程教。好、哦，那像我们最近的虚拟股票选择权的一个说明，我们也让它排在雅虎新闻上面。好、哦，那所以而后你的客户如果需要做这些技巧的话，我们一样做得到。那除此之外，我特别跟各位报告，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已经排在雅虎的第一名。啊、哦，比如说这个清境民宿啊、哦，雅虎的第七名 ，Google 的第四名，第一页啊、哦，它 G1 哈、哦、，G1 是全球的 Google， 所以要特别跟各位做说明，网站做好之后一定要行销。那我们这边还提供一个方案，就是保证它排在雅虎跟 Google 搜寻的第一页，是先排上去才收钱，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所以你介绍的客户，或是我们联盟商店里面的客户，除了做一化我们会有第一次的收入之外，而后这些客户每个月付的月服务费也都会拨奖金给各位，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就这样弄，做搜寻引擎的行销，那付费是付费给雅虎，可是自然的排序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关键字优化的技巧把它怎么样排在雅虎跟 Google 的第一页，而且是有排上去才怎么样收费、哦、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些客户每个月还会付我们3000到10000块的广告费，而各位一样可以从里面的广告费来获利。换言之，你若有一个客户持续这样子在开发，一个月一个，一个月一个，那后续光是这些客户每个月所产生的广告费也都会回到你的户头，而相关的技术都是我们来处理就好了。所以我特别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哦、在这个地方，我直接上网来做示范，示范排序的第一名，示范排序的第一页，排序的第一页。好，那这边呢有一个成功案例，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后台的一个登入的画面。在我还没来到 Interrush 之前，我们就在做这样的服务。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际上客户的例子。所以这样的技巧一样可以放在我们里面。那目前跟我配合的都是一些网页公司啊、哦、网页公司。我做这个已经好几年了，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你现在看到这些啊、哦、
都是这些人哈、哦，他网络设计公司 SOHO 所提供的哦，所提供的。那你现在看到这些客户，每个月目前合计已经付我们哈、哦，已经付我们超过了100多万的广告费，而且只要排名有上去，每个月都会来哈、哦，每个月都会来。所以我来做个示范哈、哦。我们来举那个中医好了哈，益和中医。好，那我们帮他做这个减肥餐、减肥门诊、减肥中医、快速减肥的关键字。而我特别跟各位做一个说明，我们是每天都有提供报表。今天是几号？23号，最下面，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去雅虎跟 Google。还有 Google 全球去抓，目前它这个关键字连到这个网站，目前排在第几名？我刚刚有特别强调，有上去第一页才收钱，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接下来异化的客户，如果透过这样的排序服务，一天多200个流量，那如果100家呢？我们一天会多多少流量？20000哦，那、啊、全部导入在 Interrush 的入口，安尼好不好？那、啊、如果说1000个客户，每一个透过不同行业的关键字行销，一天导入200个流量。那导入200个流量，那有1000个客户，一天浏览量有多少？20万呢？啊，20万应该可以冲到全台湾的前20名。啊，你觉得这个入口网站的价值会不会起来？会。啊，如果入口网站价值起来，跟各位有没有关系？有。有没有很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这个部门的成立有很多、哦、包含个人推动我个人的收入，额外的盈余有 PSP， 透过联盟商店的异化，让整个集团的市值产值更大，也顺便来 promote 整个 Interrush 入口网站的流量，从以上的内容开始。所以这个部分我马上、哦、来直接上网、哦、直接上网是最真实的。好，以减肥这个字、哦、我们这个益和中医是我之前一个客户、哦、那目前在雅虎 Google 的排名我们马上做示范。各位觉得减肥这两个字有没有很红？应该是夏天、哦、大家都想要减肥嘛、哦、那有没有人花钱去买减肥的字？有一堆，好不好？而且每个月花好几万块给雅虎去做这个排序。那通常这些公司都是竞争的，这些诊所假设、哦、遇到比较坏心的业者，上班第一件事情先上去把别人的广告点一点，因为每个广告你是必须有操作过雅虎的广告你才知道我在讲什么来，它有一个预算的限制，一天预算是500块，比较坏心的业者先把别人的点掉，他自己才可以怎么样抬上去，这样各位了解的意思吗？那有一种是点不用钱的，哪一种？对，下面的字，好，下面的字是点不用钱的，所以这些是自然的排序。雅虎跟 Google 的搜寻引擎为了让什么消费者得到有效的资讯，所以它必须有一套加分的技巧，让有效的网站排在前面。而我们研究网络那么多年，就是熟知它的技巧，我们有很有自信，并且很有把握，可以把这些字排在雅虎第一页。阿里公这两个，我们特别做到有排上去才收钱。哎、啊，你要甲人讲会较好讲无？是先做服务甲收钱，如果安尼无好，我嘛唔知要安怎较好啊。各位了解意思吗？假设做寿险业的哈、哦，或者做其他行业的哈、哦，保险经纪人或保险，你排在雅虎第一页，你觉得有没有比较有机会？有，机会可大了。我跟各位报告，雅虎第一页就是网络的什么最热闹的地方啊、哦，搜寻那个产业，咱。高雄哈、哦、三多三圈有很多百货公司，网络的百货公司最热闹那一条街就在搜寻的第一页，这样各位了解有意思吗？第一页高达70几%，第二页升20几%，第三页、第四页后面已经怎么样去share那不到10%的浏览量，所以刚刚益和中医目前就排在这边，有看到吗？益和中医，这就是我们的客户做上去的，这是我们客户做上去的。所以接下来不到一两个月，你会发现很多 V88C 做出来的网站全部排在搜寻的第一页，这样好不好？